女儿有一定的条件，同龄，同龄，如果真的要改朝换代的话，那我觉得，其实我觉得，会，你职场事业掌握的蛮好的。那么其他两位我很难说，因为我没有看过他们的作品，他们是那个代表作品。但是我觉得入围就真的是很好很好的，而且呢，大家都有一定的机会，那就要看评审谁了。其实我想跟旁边人说一下坊间说法，这是我听到的。坊间真的这么说的吧？一定要哇，有没有奖项？要看你有机会了。跟听到人家这么说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感觉？我自己并没有这么觉得。我不觉得，虽然说我倒是是非耗费，但是我觉得。